加油站洗车疑操作不当酿事故，幸无人受伤。三明第一分局于2月3日15时46分获报，于三明区博爱一路与北平二街口加油站洗车车道发生碰撞事故，立即派遣辖区哈尔滨所警网赶赴现场处置，协助管制疏导交通。经了解，施男驾驶自小客车于该处加油站洗车车道前等候洗车时，疑因操作不当不慎碰撞到前方柳兰所驾驶银质小客车，导致柳兰车辆遭退己后碰撞加油站洗车机，造成洗车机机器受损，幸无人受伤。三明第一分局呼吁洗车时应聚精会神，专心注意，并留意车辆周围状况，要熟悉车辆性能及操作，以免发生交通事故。